位菩萨，祝大家吉祥如意，身心健康。现在跟大家说一说啊，为什么要去沾查善恶业报经？这部经呢，讲讲历史的因缘。这部经翻译到中国来，没人学。从隋朝时候翻译的，一直到明朝，努一大师，他以他的神通智慧，观察咱南瞻部洲，想找五位清净比丘，没有。那他想受戒，不能得戒，因此他在大藏经里头找，怎么样才能得到清净戒？因此找到沾查善恶业报经，从努一大师开始。那么他不会做这个沾查业报经，地藏王菩萨所说的沾查轮相，他没办法，他用纸啊写上年旧啊。那么这个法呢，没法传扬。但是他在给沾查善恶业报经做一个注解，叫沾查一书，以后也就中断了，没人学。人到弘一法师，弘一法师也是专弘地藏法门，发愿弘地藏法门。因为据弘一法师跟我讲，沾查善恶业报经、大乘大济十轮经、地藏经都属于华严部分，那我们有时候把这个沾查善恶业报经当成算命啊、批八字啊，完全错误了，不是这个含义。因为它的含义呢，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处于末法时代，业障深重，没法了解因缘，也没法了解自己，因此要用沾查善恶业报经的沾查的方式。那这种沾查呢，就是地藏菩萨的神通力量。我们虽然没有神通，我们求地藏王菩萨给我们神通，就是你用沾查的沾查法啊，你能知道过去，能知道现在，也能知道未来。因此在弘一法师提倡他没讲，但是他有技术，他学工艺的，他就依着沾查经上所说的尺寸大小做出了沾查轮。这个沾查善那部业报经的啊，另一个名义佛说的叫根据法门，根据法门，根据呢就是根，就是五根六根啊，加上六尘啊，加上一个六识，这根尘识加根本无明聚聚在一起啊，所以这个法门就是根据法门啊，根据法门。你学了这个法门之后，能够使你坚固你的信心。对，因为我们现在信心都不集中。今天我们在会的道友们，
都是信佛的三宝弟子。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这个信仰啊，有了信心了。那这个佛所说的教义说呢，我们这个信心呢，这是心要信，不是信心。那根据《华严经》《大放广佛华严经》所讲的信心，信心是一定标准的。那么每个道友，你自己回忆一下子，想一想，你是不是具足信心了？具足信心的标准是什么？觉知前念起乐，能止其后念不起者，算有信心的菩萨。而有信心的菩萨能够实现神通，咱们现在没有，没有。咱不能自止咱的心念，不能马上一个念头不对，马上止住了，不让它相续。每位道友可以检查自己，你的信心力量如何，够不够这个程度？如果你够这个程度了，你就入了初住位，初住位，实信满了。就是初住位，初住位在《华严经》上讲的标准呢，能够到100个世界，四现成佛，他的神通妙用啊，相当大。那么自己检查，没有这样的力量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因此，我们信心不具足，没有使我们的信心坚定下来。那求地藏王菩萨加持，求地藏王菩萨加持。因为这部经发起的因缘是坚定信菩萨向佛请求，向佛请求说，在末法呀，佛末法到10000年的时间，或者5000年的时间，或者3000年的时间，在这个时候众生的信心呢不坚定，不坚定的信心退退，那自己了生死，深入佛法不可能。你信力不够，就信心退退。对，怎么样能使他信心坚定了，来巩固他的信心？这就是这一部经的发起因缘。因为你有了信心了，你才能够善根增长，才能消除你的业障。对，是你的善业增长，恶业的消失。对，因此坚定信菩萨摩诃萨，他见着的是当时他在世的佛在世的时候，这种现象已经有了，何况咱们这个时间佛灭度已经快3000年了。这个信心呢不能够坚定，不能够居住。因为这部经呢有它讲解因缘的必要。为什么一直的不能够广泛流传？因为大家都有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啊，在这作祟，把这个打成与算命批八字相面的一类了。因为佛就制止了，就是犯戒的啊。那为什么坚定信菩萨请佛说的时候，佛不跟他说？因为佛的制戒不用算命批八字嘛，这个大家都懂得了。说让地藏王菩萨说，地藏王菩萨的还有方便善巧啊，菩萨行菩萨道的一些方便善巧，而且是地藏菩萨对此法门
那是犯教方便非常的广大，神通力。因此佛在教坚定信菩萨向地藏王菩萨请示，地藏王菩萨说的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就从你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出发，这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三六一十八，三六一十八加一个根本的无明十九，对，是吧？这个根据法门就根据你六根六识六尘境界合起来聚合一笼，你沾茶沾茶吧，哪一个业障重？对，因为我们所有的一起心感到果上，你也没办法了，就在起因的时候你把它就转化，不让它干过，就是当你一起心动念的时候你就能够制止。因此呢这部经就根据法门，对，根据法门，那这个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子。那么这个占察善报经业报经呢大概分为上下两卷，上下两卷，上卷是为下卷做准备的，有叫根据法门，有叫心地法门。下卷的心地是根据你上卷来的，你把你的业障消了，你才能够入到二种贯道一识境界。一识境界就华严义，二种贯道呢修定修慧。那么在最初你没有上卷的利益，得到了上卷的修行熟悉，说你修下卷绝对修不成。你因为把这个你每日修行的时候早晨清晨起来用占察轮占察一下，你现在还存在的业障是深呢、是浅呢、是哪一类的业障重，并不是像普通的每一根每一门业障都重，它是有重点的。那你学习这一法门之后，你能知道你的身口意哪一方面注重，重点忏悔。跟你 学过之后，每天清晨起来你就沾一遍，你就注意了，今天我应该做些什么，我怎样消灭我的业障。业障一消灭，智慧就增长，智慧越增长，业障越消灭，这两个是相对相成的，这你就有智慧了，你修行就没有挂碍了，没挂碍了，这是这个经啊最初的大意，我大概跟大家这样介绍一下啊。那此经呢，它只有两卷，一个上卷，一个下卷。上卷呢，完全为了下卷修行而发起的。那我们在没有这个根基的之前，你可以问你一天的生活事情，这是方便善巧啊。经地本意完全为了你修道用的。那么很多在家二众弟子道友们，那一天的生活，和你搞贸易也好，求学位也好，你要选择你今天出门是不是吉祥啊，你可以沾一下，沾了之后告诉你不吉祥，不吉祥你又非去做不可，那就拜拜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告诉你的方法啊，叫念我名号一千声，你就念地藏名号念一千声，完了再去做，那就把那个灾难化为吉祥啊。因此呢此经
非常的对我们恳切需要，恳切的需要。那应该普遍弘扬呢，也得有因缘。诸法因缘生啊，没缘是不行的。对，从翻译过来，没人讲。只是某一大师做一个艺术，弘一法师做的木轮沾茶轮，没有注注解，弘一法师没讲，弘一法师让我讲啊，等他圆寂了我就开始讲，得有圆呢，没圆你想讲也不行啊。圆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储成的意思。对，我第一次讲是在纽约菩提学会，菩提学会是弘觉法师我们自己成立的学会，都是我们自己道友，听经的人并不多，二三十个人讲的沾茶散那也报。第二次讲，那个讲第一次讲是1989年，第二次讲呢1989年，对，第二次呀1999年，十年，是在五台山普寿寺讲。这次讲呢比较因缘殊胜，管我们出家众啊正是解下难局，将近1000众，再加藏在家居住居士们呢就很多很多了啊。这是第二次1989年到1999年，对，这次是第三次了，就是2009年，大概每一次都相隔10年。对，不是我懒，人家没人找我说，我不能说我给你讲讲沾茶散的行吧，可是别人说不是疯子就是傻子。佛法得人家请你，你才能说呀，没人请你，你要给人讲，人家听你的嘛。这次发起因缘，刚才弘觉法师介绍了，是禅元龙啊，跟文帝啊，还有我们很多道友啊，要求在这儿跟大家讲讲沾茶散那业报。今日沾茶。占是占卜，查是查看，你占卜了你查看一下对你是不是相应，此经都要说相应啊，说对号对上对不上，你得对上号才效果才有。这部占查善乐业报经啊，大概分出三份啊，这在历史上我们凡是经卷翻译到中国来的，在晋朝时候道丹律师他把所有翻译的经典在晋朝时候啊分作三份，第一份是叙说，第二份呢就是正宗，一直这个经啊教育去修行，第三份呢就是流通，每部经都要入世分，这是讲经的法师遵循的一经规律，说这一部经哪部分是叙述的部分，哪部分是显这个经的道理的部分，哪一部分是说这个经将来未来的流通，就是这样意思。这个大家可能听过很多了，不详细讲它，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吧。那这个沾茶散乐业报经呢，第一个说这部经发起的因缘就是续分。我们现在先说续分啊，入世我闻，讲经文大家看啊。一时
佛亦是波切波一切智人，在王舍城奇所库三宗以神通力是广播严禁无奈道场，以无量无边诸大众聚演说甚深根据法门。这个呢，一般的说叫续分，叙说这部经刚开始说的是什么呢？不但这部经，一切经刚开始都是入世我闻，每部经都是这句话呀。因为是解记的人阿兰尊者，他解记经的时候第一个让人家信，这六种都是让人家信，说一时佛在什么地方跟哪些人说，说的是什么法，这个就叫六乘正信序，说六种的法门法成就了，证明说这个法是可以信的，这就续分的正信序。一切经都是说，因为这个话呢是阿兰尊者说的，阿兰尊者他要解禁经的时候入世是指着这部经，这部经啊是我亲自听到的，就是向大家相信啊，相信一个啊，不是假的，是我亲自听到的。在什么时候听到的呢？谁说的呢？佛说的。凡是佛经都说一时，什么原因？没有时间的标准。意识，这个意识啊，就是听地说者因缘会遇的时候。佛说法有时在天上说的，有时在人间说的，有时在这个国度说的，有时在那个国度说的，时间都不一样。那不能拿那个时间来定时间，只能拿这个说法的时间定。就在这个因缘契合，有说者，有说法者，法主有听者，这叫意识，这个时间的条件啊。说佛呀，他是一切智人，就是智慧非常的大，具足一切智慧，因此才能说一切法啊。是说法的人啊，这是人。在什么地方？在王舍城奇舍库三宗，咱们就普通说的灵鹫山啊，可能朝里过的印度的人都去过灵鹫山啊，灵鹫山啊。佛是神通力量，以佛的神通力量把这个说法的地点呢庄严的非常殊妙，广播严禁无奈道场，就这个道场啊，就是说法的处所，没有障碍，来多少人都容得下，就形容它广播啊。听众有好多，无量无边诸大众聚演说的什么呢？甚深根据法门，即使甚深都不是肤浅的，就不是我们讲讲眼耳鼻舌身意根据啊，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，这叫根据法门。为什么加个甚深？加个甚深就别有区别啊。说有些人说这是小乘法，绝对错误的，
就告诉你了，这个法门是甚深的，嗯，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、十八界聚在一起的根据，嗯，就是随着经文了。但是佛说一切经啊，有的是续品当中啊，有的通，有的别。入世能闻是通的，在其实各三宗四现无奈的道场也说这个，这是别的，因为说根据法门，没有说其他，啊，这不是说法华经，法华经也在灵鹫山说的，啊，这是别，啊，别呢就不是通的，但是入世能闻是通的，佛在某处，啊，这个六乘正心序，这六种证明说这一法是可续的，不是伪造的，不是随便说的。因为佛在涅槃的时候，嗯，阿难问佛呀，说在佛灭度之后，啊，那么佛所说的经，我要解记时候，经首我怎么样说呢？嗯，说啊，起头我怎么样说？杀过我怎么样说？啊？请佛来决定，佛告诉他前头一定要说入世我闻，佛在什么地方啊？啊，有哪些个大众在场啊？一个时间，一个处所，一个人事，就是时地事物时说的这个法，把这个标明是这一法是可信的。因为阿难最初请问了，佛就给他指示说，前头你应当入世说，嗯，入世说了是人家相信，你这样说了人家信仰啊就成就了。入世者只是这些话呀不是我说的，我是听来的，我只是解记的。这阿难表明他的态度，解记经人的话信成就。对，因为啊佛说的法呀像汪洋大海的一样的，如果没有个标准定义，你怎么翻都可以，没除了佛的法海之外，有法位就行啊。但是佛给你规定了，得按这个规格，对，对，按这个规格呢，使你相信，哎，这，所以说这个此，尤其是此经，当即是净信菩萨，佛法深入大海，唯信能入，嗯。说这种根据法门很不容易让人家信，所以加净信菩萨来做发起人，就是清净心，使人家信了，信得过，信得什么过呢？那这个法不是伪造的，是佛亲自说的，成就信，这叫信成就。第二个呢是实践，实践，嗯，第二个是闻啊，闻，闻呢，就是指着谁听到的，这法是可信的，但是谁听到的，嗯，谁听到的是闻成就。阿难说，闻就是阿难说的话。我亲自听佛说的，我闻，对，如是，如是就说是佛说这一法可信的，嗯，对，是阿难表示说这一法是我亲自听佛说的，
但是有个问题啊，例如说我们讲《地藏经》，俄兰没在场啊，很多的经俄兰并没在场，那如何他也入世我闻呢？因为佛为了未来末后的解记，将来要解记经啊，流传于后世啊，凡是佛所说的法厄兰没请到的，佛要重新给他说一道。那是什么地藏经，厄兰并没在场，解记他解记的啊，还有很多的经厄兰没在场，但是有的经是文殊师利菩萨跟阿兰共同结集的，对，但是一般的是阿兰文殊的，所以文成就表示说，这佛所说这一法是我亲自听到的，这是信成就、文成就、实成就，凡是佛所说的法都叫一时啊。没有时间，天上的时间整跟人间时间定，像地藏经天上说的，你拿人间时间怎么定呢？所以这个时间就叫一时，这一时指什么说的？听说，听说一时，就是佛说这个法的时间，众生有缘的时间，感应道交，因此佛才说这一法，这叫一者闻成就，二者一者信成就，二者闻成就，三者实成就。有听的，有说的，有一定时间的，说者呢是主，主是谁？谁说呢？佛说的，这叫主成就，信成就、文成就、实成就、主成就。第五呢，处成就，在什么地方说的？佛说法都有一定处所，这个前头这六种啊。每部经都入世，叫六成正信序，说六种成就此法是可信的。说在什么地方啊？像此经吧，在王舍城起首库三宗说的，有时间，有地点，有听的人，有说法主，还有大众啊，佛说法都有菩萨大众，会有声闻大众，这叫众成就。凡是一个讲经的法会，都要得具足上述因缘，没有这六种因缘成就不了，这叫六成正信序。这就是入世我闻，就讲的入世能闻呢，闻是厄兰，说是释迦牟尼佛，处所灵鹫山，还有些个菩萨大众，这是众，因为我经常讲这个自在意啊，自在意。人称佛自在的意思啊，为什么上来讲这六种的没有犯？为什么不犯？有的是犯，有的不犯，有的话就犯，有的不犯，不犯的是一种加持意，如来永远他不属于烦恼，没有烦恼，他在一切法的
是在，所以如来呢就不凡。第二呢，佛的智慧，佛的智慧像火焰一样的，能把一些烦恼都给你炼出，所以言直圣的意思啊。还有佛的32相80种好，有这种钻研的意思。因为佛具足一切殊胜的功德，具足一切的颂，所以具足一切功德的殊胜圆满故，有的时候不凡。佛在自己自立的时候已经圆满了，已经满足了。那他所起的方便会，方便会是利益别人的，利益众生的。这里头含着的含义呀很多，各个经论呢，有的讲的很多，有的不讲，有的从性上的讲，有的从四相上讲。要从性体上讲呢，那一般都是给大菩萨，像华严境界那样讲，专对哪一部经哪一部论，各个都有不同的讲法。因为我们这是从料的，从料的啊，所以对前头6种正义序啊，简料跟大家说一说。因为此经它表示的要讲的是根据法门，我们一天经常的把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啊，眼根耳根鼻根舌身舌根意根，把这6根6尘这18界这18个加合一起，叫根据。根据就是把这一切境界相聚合到一起来说这个法门。这一般的人认为这是小乘法，讲的都是有相的。这根据法门呢，就是有相的根尘实，但是这是上半部的含义啊，下半部就不是这样的了。把这根据法门分开来说，每一个根每一个尘每一个实，它包括了很多的义理，很多义理。这个我们在经文上啊讲起来大家就知道了。因为在这个深义边讲，就是我们的心，含义是心能转境，即通如来。说这些根据法门，每一个法门都是心，心把外边境界相转了，就是佛。但是我们心被尘所转，被根所转，被尘所转，被识所转，这个18界18界都是心，但是一转了就不是心了，那就叫迷了。心被境转，你见着山就随山转，见着水就随水转，这心不被境转。这说前十年观山是山，观水是水，中十年观山不是山，观水不是水，后十年呢观山还是山，观水还是水，这3个过程啊。前十年的时候是凡夫，一般人看见山就是山，水就是。中山人修道者成就了，说山不是山，水也不是水了。感到大菩萨境界，到佛前山还是山，水还是水，这是随缘遇啊。所以一些众生缘就入世说，跟着说啊，说根据法门就是这个含义。大家在比喻上就理解了根据法门的含义了。因由此这个由此的法
就是由有相法把它转成了无相法啊。从这个有相的信解，信解达到无相的目的，说不要疑惑啊，说一步一步的转化啊，说坚定信菩萨当机众所请法的原因，就是什么末法众生能够假佛的神力，或者假地藏菩的神力吧，用旃茶轮像，旃茶轮像完全是地藏菩的神力，但是依着地藏菩所说的方法我们就处理，没有这个力量，但是某种旃茶轮呢，我们能知道过去，也能知道未来。我发生一件事情，我一沾呢，就知道我这是哪一部分出了问题了，哪一次哪一部分，就能知道。那这个问题又怎么解决呢？不是光知道而已啊！地藏菩萨就是旃茶善能有人告诉我们。你要转化，你要修道，想成转凡成圣，莫说转凡成圣吧，说我们害这个病医院治不好，那一直旃茶轮地藏菩萨说这是业障，我说叫你拜忏，我说叫你念地藏菩萨多少声正号，你满了满足了，那个业啊，业转，因为业转相也就转了，那业没转动时候相不会转，但是在这个得靠你有第一个条件，得有决定的信心，没有三心二意的效果没有。对，因为我们众生心呐、啊，烦恼特别重，不论信什么不能坚定，也不能产生清净，说这个当机众啊，就是坚定信，不但坚定而且清净，所以这个坚定信来说是个当机众，就在佛忌讳的时候，大家忌讳的时候，坚定信就是发起慈不惊的发起人，他一些大悲心，他看见的末法众生特别乱世，什么也认识不清楚，就是我们糊涂啊烦恼啊什么也不知道，他为他的大悲心呢、啊、给我们请求啊，说用什么方法让他能知道。所以尔时会众有菩萨名曰坚净信，从坐而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向佛也白佛言：“我见于此众众有所问，知请世尊愿垂听许。”佛在世时候要请法，那先请求人家答应啊。咱们现在也入世啊，你要请求人家做什么事儿？人家答应你才能做嘛，啊！像人要我讲《旃茶善能业报经》，我答应他了啊，那就讲了啊，就听许的意思啊。但是这是一个理解啊，坚定菩萨悲悯未来众生，想请佛说法啊，要表达一个意思。那么出家人披这个衣啊，把那个肩膀放下来，都一地，就顶礼佛，顶礼完了请佛，说我想请佛开示，愿垂听许。人家听许你才说呀，不听许不能说啊。本来是无中生有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在一时境界当中，在一时境界当中，没有一切形象的，没有言说，
但是怎么样能达到一时境界呢？没达到一时境界之前，前方便。最前方便，你要想达到一时境界，你起码得有坚固的信心。咱们三宝弟子相信三宝，那得有个信心呢。对，咱们信心是有，还没到坚固。咱们这个信呢，咱们经常说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行菩萨道，但是这个是建立啊，虚妄的，不是真实的。因为咱们心没知道即时境界，知道不知道怎么能证入呢？说要想达到一时境界，一时境界是什么境界啊？坚净心。一时境界是没有境界的，才叫一时境界。但有境界相就不是一时了。同时自己有信心，能让别人也有信心，自己信心坚固，让一切众生都能信心坚固，这才是坚净心。所以我们把它分开来讲，详细解释。当你正信的心非常坚固，再加外边的缘，缘能使它清净。咱们心虽然发心很真，你得外缘好啊。外缘不好了，你这个心呢清净不了。清净心是一个因，还得缘处成，处成这个因成就。那么这样分呢，就是你真正的起心叫坚，叫坚。有外边缘处成叫静，信呢明了了，了因叫性，原因叫因，原了的叫因，这是详细分别了。不详细分就是坚净信，使我们的信心呢能够坚固下来，遇到点环境就动摇了，遇到点环境就动摇了，不要动摇。像我们在人生当中，你挫折的多得很，不论哪位道友，当你没有发菩提心的时候，顺顺当当的，发心越大，挫折越多，那叫考验。这个大家都知道，不受魔不成佛，这普通这样说的。因为你一发心，引起你的一切冤害，在自性当中就产生了，产生障碍。障碍就是业障，我们一般的说障碍就是业障。业障呢就是你所做过去的事儿，障碍你现在想发心修道。每位道友都如是，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一直直至成佛呀，这样的没有。不论哪位菩萨哪尊佛都发了很多大愿，还有凡是不利于他人的，不度众生的，不能成佛。你自了啊，自了只能做个阿罗汉。对，所以说佛教导我们，未成佛果先解人缘。当你未成佛的时候，你先得解人缘，先得帮助别人。你寡为自己，不肯帮助别人，就是不行菩萨道，想成佛的没有。坚净信菩萨他发菩提心，发大悲心，让一切众生
因为他就这样过来的，信心不坚定，现在他能坚定了，他经过了历程啊，像我们这个修道的人，当你最初发心诚恳的而真实的，一个挫折两个挫折你就稳不起了，道心就退了。对，乃至于行一般的修道者障碍都入神，就是拜占家禅也会障碍啊，不是你一发心就坚定的呀。如果怎么样的克服这些烦恼，靠你的学习，你经论看得越多读得越多，你对着烦恼对着障碍的方法也就越多了，不然你就没办法克服。嗯，这障碍一来了一断，那就不是三天两天了，不晓得多少年了啊。我记得我那时候修的时候是1937年，等我中间经过很多的灾难之后，等到了美国去，你说1937年跟1989年相距多少年呢？我才遇见占察善那边叶宝经啊，我们纽腰那边道友才让我讲讲占察善那叶宝经啊，我讲完了也就算了，我也没去修啊。从那时候讲，又隔了10年，89年到99年，在五台山普陀寺，人家又我请我讲占察善那讲，有人提了吗？我也满人愿，我也想起来了，这到现在又是10年了，我都没再修，我也没用占察轮，因为这个是要天天用的了，一切法。等你一断，断了之后再相续，从头再来。说，每位道友，不管你持一个咒，修哪一个法门，你最妨碍、最重要的注意到，千万莫中断。